那我进了。小范，谁要跟你一起洗澡？哎呀，我们都已经同居了，一起洗澡不是很正常吗？谁规定的同居就要一起洗澡？你无理取闹了吧？得了，夫妻间一起洗澡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吗？赶紧收起你的小心思。行行行，这么坚决，我就不勉强你了。 这可怎么办啊！现在光明正大的住在一起，他要是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都没有反抗的余地。他对我动手动脚倒还好，重点是，袁月月，你能不能把控住你自己呀？啊！嗯，刚才要跟你一起洗澡，你不同意，现在我要跟你一起睡觉。 睡觉，谁要跟你睡觉啊？夫妻不一起睡，难道还分床睡啊？好，你想睡就睡，我去外面让给你啊。哎，你要是去外面睡，被贵姨看见，贵姨可得告诉爷爷了。爷爷到时候以为我们感情不好，再告诉你爸，你爸在这找你，你怎么解释啊？算你狠。 你真不过来睡啊？哎呀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想色诱我不可能，我过来睡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不对我动手动脚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。哎，快过来，来。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？嗯。月月，该对天发誓的人是你吧？答应我。 一定不能对他动手动脚，哪怕他再撩拨你。刚才那次是有点不太舒服，这样舒服多好。哎，这漫漫长夜呀，月。 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明天早上能不能给我做个早饭啊？不好意思，条件反射。我知道，毕竟你没谈过恋爱嘛。谁告诉你的？难道你和裴秀哲谈过恋爱？快跟我说，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？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？我们两个很纯洁的，不是，我跟他没谈过恋爱。 那你还喜欢他？早就不喜欢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以后别人要是问你啊，你必须得说你的初恋是我，啊，把那个小子从你的人生经历中给我去除。幼稚。好了，睡觉吧。哎，嗯，你干嘛？别动，好好睡觉。 我要控制我自己。